不管是利用打拳击的方式释放身心压力，或是重视心脏颤动远离中风，以及提供C型肝炎检查、成人健检和鼓励戒烟。为了教导民众如何更健康、更环保，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113年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利用寓教娱乐方式教导民众更健康之外，也鼓励民众重视环保，例如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减少塑胶使用等等，推广健康与永续同行的目标。不用那个一次性的餐具，那我们都只能用自备餐。那乃至于我想很多你们去买饮料杯，饮料会不会自备饮料杯？不会。然后那不是那位5块钱，其实真的你去想想那个每天产生的那些纸杯，我们有6个闯关活动，那我们希望在这些嘉年华的游戏里面让大家去了解健康跟永续的关系啊。那我们也希望期待一起努力啊，那我们来做到我们的一个健康长久永续生活的一个生活环境。基隆医院指出，微小的改变就像是蝴蝶效应，不容小觑，健康和环保其实是息息相关，减少碳排放和塑胶量，避免形成塑胶微粒等污染，才能共创健康美好永续发展的环境。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